香港被英國統治了150年，殖民地色彩比比皆是。英國人對香港97回歸抱著什麼心態呢？很多香港人以為香港對英國舉足輕重，在英國人心目中佔一席位，這種想法可謂近乎自作多情。獅子代表英國，龍代表中國。1842年，隻獅子由條龍道攞粒龍珠交給小獅子管理，轉眼已經150年。英國一位歷史學家對我們說，香港在英國的地位由始至終都微不足道。香港在英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主要是支援印度，英國人要香港是為了打開印度和中國的貿易的。從19世紀一直至1947年獨立為止，印度一直對英國的經濟是舉足輕重的，所以英國獲取香港不是因為香港本身，而是為了印度。綜合多本講述大英帝國歷史的書籍所載，幾百年前英國因為冬天太冷，羊沒有草食，英國人唯有殺了些羊用鹽醃製來保存。他們又借著找香料，發現了印度咖喱，英國商人就成立東印度公司，印度亦首先成為大英帝國的最重要商埠。後來英國人愛上喝中國茶，就由東印度公司由中國運茶葉到英國，久而久之，咖喱和茶葉逐漸令到英國貿易出現巨額逆差。怎樣可以慳到真金白銀呢？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實行用印度出產的鴉片來換取茶葉，後來鴉片戰爭爆發，中國割讓香港，所以英國有歷史學家說，香港是英國不經意地拿回來，不經意地給它發展，再由不經意地送回給中國。英國是不經意地建立起大英帝國的，同時亦可以說不經意地失去它的帝國，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英國拿了香港之後，香港一直都是中英關係的絆腳石。英國外交部不止一次提出將香港歸還中國。根據 Frank Welsh 寫的《香港歷史》，早在1919年，英國駐華大使 Sir John Jordan 第一次提議將新界交還中國做修好條件。第二次大戰期間，外交部又提議將香港歸還給當時蔣介石管治的中國政府，後來由於國民黨大勢已去，日本又虎視眈眈，英國唯有繼續管治香港。英國對香港的一貫政策和對其他殖民地很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陸續撤離殖民地，撤離之前很早就部署安排當地人民以民選方式選舉政府。英國政府會對國民說，看看我們幾咁成功，我們將殖民地的子民教育好，讓他們可以獨立自主。我想所有脫離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都是依照這個模式的，唯獨香港例外。根據 Frank Welsh 寫的這本《香港歷史》，英國一直不讓香港民主，一個主因就是英國根本不在乎香港，到後期就因為怕破壞和中國的關係。早在1972年已經有跡象英國無意願保留香港，當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和中國簽署上海公報，內容說美國認識到台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言下之意，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包括埋香港的中國人。英國得悉之後並沒有反應。5日後，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王華在聯合國一個委員會上表示，香港是英國所佔領的中國領土，待時機成熟就會解決。英國當時亦並沒有任何異議，一個星期後還和中國簽訂互設大使館的協議。
英国对待香港的态度有别于对待福克兰。阿根廷想收回福克兰，英国坚持由当地人民投票决定，结果否决归还，英国继续拥有。82年，阿根廷出兵，英国政府为了当地2000个居民远渡重洋迎战还击。The point about fighting a war in the Falklands is that 英国政府派兵去福克兰群岛，可以话俾佢国民听，系为咗海外嘅英国人以及英国人嘅后裔而战嘅。因为英国政府认为香港人唔算系英国人。他们不算是英伦三岛岛民的后裔。香港一向并非英国外交部的最重要课题，直至英国决定利用归还香港来加强中英关系。过去几任港督人选，麦理浩、尤德、魏奕迅都是外交官出身，主要任务就是同中国打交道。对英国政府来讲呢，最重视的是中英两国的长远关系，所以中英联合声明咁受当时的戴卓尔政府热烈欢迎。因为中英联合声明似乎令到中国和英国融洽的关系可以延续到1997年以后，所以呢，香港回归中国就被视为是英国和这个在亚洲急剧冒起的强大国家建立起深厚友谊的基础了。英国首相马卓安1992年委派亲密战友彭定康做港督。彭定康是政治家，上任后几乎完全改变了外交部对香港和中国的一贯路线，包括加快民主步伐。他这种做法既触怒中国，亦令英国外交部非常头痛。如果中英双方关系对立的话，英国将会很难为了香港人着想而去影响中国的。现在双方正在政治争拗当中，我恐怕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将会很少。你所说的合作是不是等同于向中国叩头呢？看回香港的情况，无论你中不中意都好，都要在1997年就要回归中国的了。所以同中国和平共处，总好过大家关系破裂，互相对抗啊！我觉得而家英国外交部对于港督彭定康同中国对抗嘅态度好唔高兴，好希望佢嘅态度能够缓和啲，唔好再同中国搞对抗。香港在英国历史上地位微不足道，但是香港归还中国就意义重大。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回英国近200年的历史，今次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三个世纪以来大英帝国的终结，当然还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捩点。但是有趣的是，我作为历史学家看到这一点，但是大部分的老百姓都发觉不到。Do you know about Hong Ko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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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Hong Kong mean anything to you? No, well, my friends used to live there. It's been given back to Japanese, is it? It was near Korea, isn't it? Do you know Hong Kong is now still under British rule? Is it?I don't know. No, I ain't got a clue, mate. Is it? No, I don't really know. No. This is embarrassing.
英國年輕一代有啲竟然無知道，以為香港終歸還日本或者韓國。上咗年紀嗰一代比較了解，曾幾何時佢哋仲年輕嗰陣，英國仲係屬地遍佈嘅大帝國。My husband was stationed there, they forces. So what do you think when Hong Kong has to be given back to China? I think it's a shame. Yes, I hope it doesn't hurt the people that live there. So why do you think that it is a shame? Well, I think it might change for the people that live in Hong Kong.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come under a very strict regime. And possib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say,You've had it very nice for a long time. Now you're going to pay for it. 英國人了解香港幾多，好視乎英國傳播媒介嘅報導。國內幾份大報，平均每個星期都有一兩次報導香港嘅消息，不過就放喺內頁居多，甚少上頭版。讀者最多嘅小報，甚少講香港。Evening Standard 總編輯表示，香港回歸中國的新聞在英國沒有市場。如果說香港問題是英國人關心的問題，這樣說是騙你的。一直以來，我們和香港的關係並非表面看那麼密切的，亦並非好像香港周圍插滿英國旗那麼密切。對於一般的英國人，即是英國的選民，香港實在太遙遠、太細小了，而且英國選民一般都是很自我的，他們只會關心自己周圍的事，對於太遠還是要跟中國這麼大的國家有關的事，他們並沒有興趣。嚴肅的英國傳媒處理香港九七新聞一般都抱悲觀態度。經濟學人雜誌84年將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等同英國1938年將猶太人交俾希特拉。我覺得將香港人交翻俾一個極權國家，就等同於30年代英國將猶太人交翻俾希特拉一樣，同樣係強迫同埋不利嘅條件之下進行嘅。呢個事實直至今日都冇改變到。英國的電視傳播機構就九七問題製作過十幾二十個特輯，我們記者看過他們六四事件後大部分的製作，認為論調以悲觀居多。 I'm afraid that China has concerns which are far more ancient, far more to her spiritually important than the mere matter of money and economics. She will cut off her nose to spite her face. She will kill the golden goose if it seems appropriate to do so.英國人看這些節目態度好像隔岸觀火，理解不到英國和香港的關係。今天的英國人眼光比過去更加狹窄，他們對於失去香港或者會若有所失，但是他們不會因此而吃不下飯。If he thinks 50,000 people coming here would be bad for race relations, but thinks that some people should be allowed to come here from Hong Kong, how many people does he say could come here from Hong Kong? People without good jobs, without. 直至議論到英國有道義責任收留香港人的時候，英國人先至如夢初醒。If they have a British passport, where are they going to go? We haven't got room for them here, have we? No.We can't house our own that we've already got here. I don't think we could take many more here, do you? I don't think so, no. No, I don't think we owe them anything at all. That I don't know. That I don't know. Housing and work is really bad here. 獨立報的民意調查顯示，有六成半英國人反對給香港50,000個家庭居英權。Yes, we shall extend visa-free access.首相馬卓安同意日後特區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證入境嘅時候，連小報《太陽報》都猛烈批評佢。Peter Daly 政治評論員立場反共，中英兩國達成協議之前半年，佢出咗一本書叫做《香港計時炸彈》，話九七後中國一定唔會俾香港人自由，香港會成為另一個西藏。佢認為
英國唔應該放棄香港。佢將本書寄俾英國每一個國會議員，甚至嚟到香港遊說有影響力嘅人，意圖阻止英國交還香港俾中國，但係得到嘅反應非常冷淡。英國完完全全出賣咗香港人。在歷史上，我們做了一些良心上不應該做的事，而今次所做的將會是我們歷史上最羞恥的一件事。對我們來說，你是英國人，跟我們一樣。我很不想見到北京的天安門事件會在香港發生的。對於香港要交返俾中國呢件事，我非常非常之痛心。Osman 已經78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派佢駐守遠東區，同香港去嘅華籍英兵出生入死對付日軍，亦都一齊成為戰俘。經此一役，佢當香港人係自己人，當香港是自己的地方。 Osman 現在是英國遠東戰俘雜誌主編，除了寫文章，還試過拎著英國旗到國會遊行，為華籍英兵遺孀爭取居英權。他始終相信英國政府會對香港人履行責任。我認為任何一個英國政府，無論是保守黨、工黨，亦或是自由民主黨，都不會令香港人失望的。其他英聯邦成員國亦都不會。正如我剛才所說，你是英國人，我們仍然當香港人是英國人，英國人不會令英國人失望的。Senior 牧師74至81總共有7年在香港聖公會工作，對香港人感情深厚。當年中英達成協議，他替香港人高興。89年北京發生六四事件，他又替香港人擔憂。當我想到要將香港人、將我的朋友交還給一個會迫害自己人民的政權，老實說啊，好擔心，好唔安樂。Senior 牧師已經退休，翻返英國南部一個小鎮居住，但係佢仍然念念不忘香港，甚至喺教會成立關注香港小組，向英國政府施壓力，為港人爭取居英權。對我嚟講，香港人係我敬愛同埋尊重嘅，我會竭盡所能咁去幫佢哋。我哋而家正在向政府施壓，97年之後仍然會繼續施壓，因為我深信英國對香港人嘅所承擔嘅道義責任，並唔會喺97年7月1日就完結。英國政界不但未必認同佢哋嘅睇法，而且已經同商界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中國大陸。5月中，副首相夏信廷帶了280個英國商人到北京拜訪領導人，商界亦都開始埋怨港督彭定康，話佢破壞英國同中國嘅貿易關係。我覺得如果我哋同中國談判嘅時候懂得出香港牌咧，我哋最後會成為中國最大嘅貿易夥伴。我相信中國會寧願同英國做生意，多過同美國、法國或者係德國。我覺得而家我哋失去咗好多機會，我同好多英國嘅行家都受到影響㗎。多得彭定康先生，英國會唔會為咗自己嘅利益而犧牲香港呢？呢個問題是香港人最擔心的。一向以來，大多數英國政治家都會以英國的整體利益為重而作出犧牲的。這樣做我想是很實際和很功利的看法來的。很明顯，當初英國要香港是為了要買鴉片去中國，
要打開中國市場做生意，賣英國貨俾中國人。如果為了保留管治香港而妨礙打入中國市場，我恐怕他們會選擇犧牲香港。1997年6月30日，英國時間下午5點放工時候，英國就會結束統治香港了。英國人無論信或者不信中國會堅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他們都忠告香港人接受現實。我給香港人的忠告就是面對現實，千祈不要對彭定康提出1997年之後有民主存有幻想的。是不是中國說什麼就什麼呢？你要明白誰才是主人，那你就要盡量說服他遵守聯合聲明的承諾，使香港人有最多的自由，但是要記得面對現實。有人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形容英國統治下的香港，現在是物歸原主的時候了。中國官民上下一心盼望97盡快來臨，香港回歸在大陸掀起熱潮，受關注的程度比在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97倒數下星期在內地為你報導。